疯了，疯了，他真的疯了！为什么他要把我们逼成这样呢？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？为什么我的二哥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？慧明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想太多了。我真没想到二哥会变成这样，原来二哥那么疼我，那么爱我。 他会不顾一切的去救我，可是现在，我看见二哥，我会害怕。大哥，我不想恨他。没有人要恨他，是他自己心里的恨太多太重，把所有的亲情全部推开了。一个心里只有恨的人，注定了是要众叛亲离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？ 才可以和和美美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今天慧明跟慧茹回来了，这个家也算是齐全。如果妈泉下有知的话，应该会觉得安慰。婉欣说的对，既然我已经没有任何退路，我就应该堂堂正正的站在慧君面前。 尽一个吴家长子应尽的责任，妈把吴家交给我，我一定要对得起她。一号铺位，乘风七号；三号铺位，茂源七号；五号铺位，同心七号；七号铺位，龙生七号；八号铺位。 宝元七号到！宝元七号吴慧祥，叶婉欣，见过会长。会长，各位长辈，宝元七号是先父毕生精力所创。从我懂事那天起，我就知道宝元七号是吴家的命，吴家的魂。吴家人可以失去一切，但不能失去宝元七号。 可是现在吴家没了，宝元七号消失了。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我是一个没有作为的大少爷。父亲走了，我才明白，作为吴家的长子，我活着的理由就是重新找回吴家的魂，让宝元七号重生。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。 还没吃吧？我去帮你弄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自从我离开家以后，真的没想到家里发生那么巨大的变化。没想到二哥会变成那样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想再待在这里，我要回我的剧团，追求我的梦想。 若兰，自从你进了我们吴家的门，你一直都很努力，尽妻子应尽的本分。我很感激，可是我也很内疚，因为我只能给你一个名存实亡的名分而已。你别这么说，其实做一个女人很简单，只要她嫁了一个男人，那么那个男人。 就是他的一辈子。只可惜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我有我的抱负，可是我不想因为这样而耽误着你。你也不应该为一个虚名而孤独一生。耽误？这怎么能说是耽误呢？做妻子本来就应该等待和守护着自己的丈夫。但徽州。 每一代女人都是这么度过的。明姐对我们来说，是对自己和丈夫最好的交代了。若兰，你是一个值得爱的好女人。可是。 我真的很希望。
你能够找到一个可以给你幸福的男人。很可惜，那个男人一定不会是我。什么是最中国的颜色呀？啊？说呀！我问你们话呢，什么是最中国的颜色？说呀！红，红色。那你还站在这干嘛？还不干活去？做不好全都给我滚蛋！大少爷，您再看看这回调的颜色怎么样？好像有点接近了。我觉得也有些像。这样吧，我们还是先让它干起来。干起来之后，颜色还是有一些变化的。反正四怪师傅也累了，不如先休息一下。哎，这样吧，婉欣，四怪师傅，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。我和婉欣今天请你们出去吃个饭，犒劳犒劳你们。谢谢大少爷、大少奶奶，走吧。快去把鸡蛋放好了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偷棋牌！把棋牌给我放下，给我上！没什么事了，要多多休息。陆生哥，
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救了慧茹。不，是慧茹救了我。本来躺在医院的人应该是我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真没用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们两个能平安没事就已经很好了。我知道是慧君，一定是他。他竟然敢蒙着面来偷棋牌，他简直是个混蛋。不要再提慧君了。如果这件事是他干的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只要慧茹平安无事就好。罗生哥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，这有我们呢。不，我要留下来照顾他，我要看着他醒来。你们都回去吧。陆生哥，还是我来照顾慧茹吧。那就这样吧，让陆生照顾慧茹，我们先回去。好好照顾慧茹。到底有什么好的，值得你为我这么做？你要是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以后可怎么办？你醒了，你真把我吓坏了，我还以为……以为我醒不来吗？其实，只要你好好的，我醒不醒都无所谓。你怎么又说傻话？陆生，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，我知道你从来没有从我的心里头走出过。我看到你被他们打，我真的特别害怕。我不知道万一你有什么不测，我该怎么样才能活下去。我去帮你倒点水。慧茹，你终于叫我慧茹。没有了棋牌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对比出来真正的雪里红？这下可惨。是啊，没有了棋牌，我们正宗传人的依据都没有，这样我们怎么参加挥棋大赛啊？好了，闭嘴！这个时候还说这些干什么？还不快忙自己的事情去！一定是慧君那小子偷走棋牌，我们给他抢回来！走走走走！四百师傅，你们冷静一点，不要冲动。
就算我们现在去找慧君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现在手上没有证据。要打死他，这样我们好能出口气啊！对了，打死他！走，等等，你们不要冲动，起火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把棋牌烧成这样子。没关系，我们从头再来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快来看这是什么？薛里红，这就是薛里红，就是薛里红，是就是薛里红，薛里红。什么？薛里红？这就是梦寐以求的薛里红啊！对呀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这要真的是薛里红，证明我们之前的研究没有白费啊！之前我们所有的工序都是对的，只差最后一道最关键的工序——火候的掌握。金如麻，平时煎烧的时候最高的温度是不能超过多少度？60度，否则气泡会破坏了整锅气。这就对了，超出正常的温度反而能把气泡烧掉，烧出我们意想不到的颜色。这是薛里红吗？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这块板上。只要我们根据这块板烧焦的程度，就能推断出多高的温度才能烧出我们要的雪里红。这茂源提交的展品果然是不同凡响的。几位前辈，我这边还有一件展品。哦，哦，还有什么？为什么不索性一下子全拿出来呢？这件展品比较特殊。棋牌怎么到你手里了？不知道这件展品够不够分量啊？虽然说是比赛，可历届会棋比赛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也就是说，棋牌在谁的家中，谁对冠军的希望最大。何况在茂源七号的展品也是十分出众，我觉得冠军当之无愧的属于茂源七号。这么说来，这次挥棋比赛的冠军是吴慧俊了。我觉得咱们还是看完所有的展品再做决断吧。嗯，为什么宝源七号柜台既没有人也没有展品呢？既然是这样，那我看这次的冠军非我莫属了。谁说非你莫属的？慧祥。哎呀，慧祥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组长，组长，我们的比赛都快结束了，我们准备了一件特殊的作品。什么作品啊？宝源七号的牌匾，是我们用经过多日调试，终于研制出的雪里红漆重新漆制而成的。今天我以吴家长子的身份，把宝源七号展示给大家。我要让你们重新看到宝源七号的实力。宝源七号永远不会倒。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，这次的冠军就是宝源七号了。
这不是吴家二少奶奶吗？哎呀，怎么疯了？怎么疯了吗？二嫂，二嫂别害怕，是我呀，若兰呢？猫猫不见了。找过没有？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找到。你帮我看着七号。来呀，快来呀！秀萍，秀萍，快来！秀萍，你站住！你又跑去哪儿？不要再闹了！秀萍，蒙面人，蒙面人！秀萍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要再胡说八道了，不要再吵了。蒙面人，回去好吗？蒙面人，跟我回去。我爹，回去。蒙面人杀了赌徒。哎呀，什么蒙面人不蒙面人的？快点跟我回去。回去。回去说，蒙面人不会被人发现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慧俊是蒙面人？秀萍，秀萍，秀萍，你再说一遍。你刚才是不是说慧俊是蒙面人啊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告诉我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怎么还不进去休息啊？怎么了？婉欣，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你还有什么是不能跟我说的吗？我想。突然觉得很害怕。为什么？今天秀萍疯疯癫癫的跟我说了很多话，虽然她疯了，可是从她的话里面我能感觉到慧俊跟我爹娘的死有关。赵东家，有人送来一封信。秀萍呢？
慧俊，我今天来是想问你，我爹娘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我问你秀萍呢？你先回答我。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你不回答我，是你默认了，还是你不敢面对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？昨天四怪师傅去送货，看见刘老爷。他们见到的是鬼吗？这么说，你知道刘老爷死了？你承认了？叶婉欣，你今天找我来就是想知道过去的事情。没错，你爹妈的死跟我有关，但那不是我干的，我并没有想让他们死。那个赌徒让我给杀了，这算不算替他们报仇呢？至于柳家那两个老东西，那是我亲手杀的，因为他们逼死了妈，死有余辜，我特别的高兴，我替妈报了仇。慧俊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想。事到如今，我已经不想再跟你追究这件事情了，我只想让你明白，明白妈对你的一番苦心，对你的期望。好，这样吧，你还是先见见刘老爷再说。我帮你吧。当初刘老爷。你叫我滚！没有没有没有，秀萍，乖，别乱动啊，秀萍，乖。不要我，听话，我要你。秀萍，秀萍，你干嘛要干傻事啊，秀萍？慧俊，慧俊，秀萍，我要你，秀萍。我不要让他们把你带走。没有人带我走，秀萍。我要你一直跟我在一起。我跟你在一起，秀萍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你别做傻事，秀萍。永远跟我在一起。不分开，秀萍，我们不分开，不分开。一直跟我在一起，一直在一起。我说我们还要在一起。秀萍。
想你。我忽然觉得，我们好像做了一场梦。是啊，不管是好梦还是坏梦，都已经过去了。现在是梦醒的时候。谢谢你，婉欣。谢谢你帮我完成了爹妈的心愿。谢谢你让榜一七号重新回到了吴家，这全是你的功劳。能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。你要跟我说谢谢吗？这都是你应该做的。谢谢各位，今天在这里为我们吴家做一个历史性的见证。我代表我们吴家所有的人，谢谢大家了。趁着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要在这里宣布，请在座的各位。再给我做一次历史性的见证。再嫁给我一次吧，婉欣。我要堂堂正正的从吴家的正门迎娶你。老天注定要我来参加你们的婚礼，我来祝贺你们。慧祥，慧君是来参加我们婚礼的。慧君，谢谢你，
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从我第一天进入吴家这个门，我就把自己当成吴家的人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真真正正的家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，包括你。我恨你们，你们夺走了我的一切。自从你进了吴家，你让大哥重新站了起来，你让最爱我的妈对我一次一次的失望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改变，我们完全可以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。慧君，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我一直希望你能够明白妈对你的一片心意。你要好好珍视自己的生命，不要辜负了妈对你的期望，因为你是妈唯一生命的延续。因为我不想像你们一样那么心安理得的活着吗？我怎么不想呢？可是我不行，我做不到。我一步一步的，我牺牲了爹妈的心，我牺牲了秀萍的感情，我用自己这双沾满鲜血的手，我拼命的证明自己，我不知道自己在证明些什么，谁能告诉我？我好累，我真的好累，爹，妈，我好累。婉欣，婉欣，婉欣，你怎么了？婉欣，你想我，我好开心啊。今天好高兴，我又一次做了你的新娘，我把下辈子的糖都拜了。下辈子我还要做你的新娘。你不能离开我的，你不能离开我，婉欣，婉欣，
直会默然，回娘也苍茫，一腔隐隐血，染红嫁衣裳，路尽头。